抢到黑板。啊。啊走了啊。拜拜。拜拜，跟爷爷拜拜。出发，上车吧，醒醒。上去吧。谢谢使用。请取走您。谢谢使用。取好了，9:03就出发。去东北。爸爸是叫我们吗？对呀、啊，是叫我们了，我们走吧。笑笑。第一次见高铁是不是？我们现在上车了，顺利上车，全程5个小时，我们东北见。妈，我也好早啊。这是高铁，行行，大家见谅，这个小不点还是第一次坐高铁，是不是？我第一次坐高铁。列车运行。Ladies and gentlemen， 看这个小娃娃早上起太早，现在都睡着了，困急眼了。快到站了，小魔现在拿行李下来，快到了，开心吗？开心，走。到了，老公、啊。来的时候天气说大暴雨。现在晴天了，多好啊！到东北了，感觉怎么样？好热。你不是还要带羽绒服吗？幸亏没带。我说对了吧？你要带羽绒服，绝对捂你一身痱子。现在呢，我们在排队做核酸。老婆，咱们怎么去酒店啊？你放心，西瓜视频都给我们安排专车了。喏，就前面的那台。先带他去后边吧。哎，行，站好吧。爸爸。哎。我想去海边。你先去酒店，吃完饭爸爸再带你去，好不好？嗯。我们现在到酒店了，现在进去找团队会合。我们到了，现在签个到。去吧。老公，看我要签名了。你签吧。写错没有？可以哦。可以可以。哇，这个五星级酒店里面有真的树啊！行了，别丢人了，我们赶紧办入住吧。爸爸。哎。这树是真的吗？这当然是真的啦！你看这个树多高啊！欢迎来我的房间看看。哇，可以啊。嗯，大床房。媳妇儿，来，这还有个小阳台呢。看看看看。给大家看看这两天西瓜这边准备的活动，看看多丰富啊！这个就是我们来的这边红海滩的景区介绍，看多漂亮。刚刚换了身衣服，现在下楼吃饭，顺便带大家认识一下各路大咖。哎呀，好多海鲜！象拔蚌。老婆，这是啥？象拔蚌。好吃吗？刺身特别好吃。这个男人吃这玩意儿是不是大补？那当然。哎呀，这螃蟹真大，比我一个手都大。哇，这是活的海蜇吗？是的。活的，这是啥鱼啊？好像鲶鱼啊。嗯。闺女太会傍大腿了，傍上一个圆圆美女。看这个人多淡定，就知道吃饭。你怎么不说话了？我身边坐的全都是大咖。哇，醒醒，这么快就交到朋友了，这是谁呀？吃完了，我们明天还得早起。今天视频就到这里，今天我们跟大家说什么呀？喜欢我专注，我们明天见，拜拜。拜拜。